来，咱继续了哈。今麦来讲到这个植物嫁接改良品种，因为咱有足侪新开发出来新的好的品种哈，啊，咱要安怎甲改良来用嫁接的方式？啊，如果不听话呢？好，啊，这是一挂嫁接的工具哈。哦，啊，这一般的剪树枝的剪刀，哦，啊，这个是一个善用的工具哈。这里底有锯啊，有小锯子，哦，啊，有小刀，哦，又有刀子哈，啊，各有皮尺可以量长度的哈。那么以前哈，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这种电气胶布，啊，现在新日本发明这种石蜡胶墨，它是防水又透气，而且延展性很好，这个可以拉得蛮长的，啊，一定一直揪揪，啊，一定揪等啊，缠绕在那个我们要嫁接的那个小枝芽上面。像这个你给它缠绕缠绕，就你就不用管它了，它牙直接会穿破这个胶墨。好，那以前我们用那个塑胶布就比较麻烦，你看它这个接点只有大概只有两公分，薄薄的粘在一起哈。这个是大果，那个黄金果。那，啊，这个是芒果哈，这酸呀，先用那个石蜡胶墨包覆起来。那因为这个原来的树干是长在地上的，所以它的那个供应养分的速度很快，所以这个芒果那个枝条很快就会长得很长。那这个太重的话，我们那个石蜡胶墨的那个防护性就没有那么好，会被扯断拉断。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电气胶布再把它缠绕保护起来，好，等到它的愈合 OK， 好，像这好了以后我们再用刀片再把它割开，好，这个就已经嫁接成功了嘛，好。那你如果技术不太好没有把握，你就嫁接两个，好，万一这个失败了至少还有这个是成功的，好，就好表示这个也是接两个，啊，这个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成功了，这也算成功，但是要注意它原来的这个地方还会长新芽，这个是不好的品种，我们就把它去除掉，啊，不然这个会长得比它快，然后这个会被盖住以后这个反而会萎缩掉，啊，好，来介绍远景，啊，这是我那边以前有一句台语我听无啦，阮市大人甲我讲，看做下手，你做足快，但是收一出来尔，哦。结果我做了藤椒这块地，我原底干那做六分地呢，即马这四加三，六七四十二，差不多七倍。啊，我有请五个人，我原底干那请一个做六分地，我两个兄弟啊管理到足好。这四加三，我搁请拢拢挂阮大哥请我，啊，管理袂好势，干那杂草啦、顶啊，哦，都无个，啊，结果做者顶啊砍掉，迄树啊煞发袂行，所以迄阵才体会讲，哦，啥物叫做跨做下手啊？好，啊，这个三月樱啦，哈，啊，这就是迄，那个即款嘞罗庚梅啊。我这是大武山下，啊，这南北大武山，啊，这有椰子树，啊，我这树葡萄，因为较早用手机啊翕的，迄个画质较歹哈，放大了就较无 ，OK。好，啊这，好，啊这嘛来介绍病虫害甲风灾哈，啊，这若种植物拢一定会拄到的，啊，像这我加这改良新上新的山野品种，结果有一款蛀心虫。他就从这里把它蛀掉，就死去了哈。啊，这嘛是蛀心虫的节奏，拢给你吃掉去啊。好，
啊，这做福寿螺，这大概三十年前风行，大概两三年，但是迄阵就是讲法要学法国人诶，法国诶螺肉讲足好食，足好价吼，啊，大家去中南美进口即款福寿螺，结果咱台湾人诶喙齿足赖，这伊食袂合。啊，所以拄啊头一批遐个人偷引进入来，这是非法进口吼，入来了，啊，即卖无人要饲啊，就乌白蛋弃养，蛋甲满世界。啊，伊这物件哦，只要看到绿色的植物拢食，所以迄阵个咱个水稻个秧苗，迄个食足济个，所以早起头三十年前，迄阵农委会拢爱一年拢爱开差不多几啊亿吼。买药啊来，予农民去偷，啊嘛造成水污染哈。啊，你无偷，只个会食咱做者农作物、蔬菜拢食哈。啊，这母的卵，买迄个一只母的，一年会当生到八千粒的卵。哦，你看伊繁殖速度足恐怖。啊，这对咱的海关创无好势哈。啊，你看，这是海关啦哈。海关代表啥？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嘛，哈。啊，你讲奇怪，那三一二，去年三一二日本大地震，啊，美国，因的军队的这个家眷，哦，拢个，因要迄落撤退的时，哦，那也无撤退因美国上近的关岛，也是夏威夷，啊，那撤退为台湾来，因为，啊，而且是 AIT 的人伫政治讲了。对外宣布停止所有美签的作业，啊，因的人走来汤机场，家己设海关。哎，那一个国家走去一个别人的国家设海关，啊，中华民国的海关爱靠边站，他没有管辖能力。因为美国人较是头家啊，美国的这个 AIT， 因的头家在民主嘛，以民为主，在民主，因在头家要倒来，要来。啊，讲一个较简单的比例，美国有51间厝啦。这个台湾是因第51个未合并的领土，因也占领地，所以因要去对一条，要撤退去对一条，免中华民国同意，伊家己设海关，无人机飞来就，因家己咧审查因家己的公民的身份证哈，因的证件哈 ，OK。啊，海关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AIT 美国人因咧行使这个主权嘛，吼、哦。中华民国爱靠边站，就表示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吼、哦。安尼了解吼、哦、？OK， 好。啊，这是住新虫安尼，足细空哦，这差不多像狗牙大只鸟，安尼甲你就甲弄弄空。把一张大张纸安，这大张就死去哈。好、哦，这是天牛的幼虫啊，啊，这就是天牛，这伊有法能去夹吼。啊，伊因为伊食这款颜色的植物，啊，伊外皮外壳就迄个色，有保护色。哦，你若无注意看，佫看无。哦，你看含这拢作共色的。啊，这青虫。哦，拢伊拢食这個月历书，拢该食掉，剩这白白，啊，又大一条变黄色呀。规丛又食个安尼，你看，正常的是爱这条色嘛，啊，又食个吼，拢、嗯、月历书拢无去啊。啊，树啊变大，爱靠光合作用，爱靠月历书光合作用哈、啊。我呐想讲，我定去菜市啊买蔬菜吼。啊，猪拢食拢头壳起红，因为我对农药足敏感的，所以我若有食到农药残留啊，我就会起红起爱困。所以我想讲啊，我若有闲，我要来家己种蔬菜，种各类菜，哇！两天无去掠虫了，安尼个旧空旧个安尼，吼、哦，啊，这就凶手伫遮，吼、哦，这青虫，所以你要做有机。第一，你爱专业，爱有人工专门弄咧掠虫，有时啊咧暗时啊爱也电话去掠，吼、哦，啊，过来用生物防治，吼、
啊，另外有一个方式是种比伊较好食的白菜，种在边啊，互青人去食迄、那個，啊，这较歹食，伊就袂来食，吼、哦，安尼算做牺牲打，种白菜做牺牲打，吼、哦，这是一个方式。啊，因为我有时啊就是无闲吼，啊，两三工想着要过来掠，都许食到安尼，吼、哦，尤其那些心，这个心来要食的，就再见啦，就无好呀，吼、哦，啊，所以尾后我呐较忍耐。去有机的蔬果店买，哈、哦，较紧啦。啊，我好啊来种我的树葡萄。但是我有这个，叫做因一般讲叫做日本的乌甜啊，这个就正有机的。这個、就是我的迄、那个，我有一堆的腐殖土哈、哦，我那里刷仔咧用的，我、哦、反正空在那里，我就甲种几枝啊这。哦，本来我是种番薯叶啊，结果伊咧发比番薯叶还佫较紧。伊把旱枝遐砍掉的，规旱枝拢要砍掉的，整个都被他占领了。好、哦，啊，这我落班这只，哦，这我只头壳拢袂戆，因为拢无厝农药，哈、哦，这正讲有机的，所以我建议你若较无闲的吼，种这就好啊，种这就真正有通啊食，种高丽菜无通啊食，你若无闲无通啊食，我给你保证，啊，无你等去试看卖。啊，所以有机的物件吼，较贵，贵一倍。应该贵两杯我拢甘愿给伊，只要你若真正无用农药的吼。好，啊这嘛一只虫吼，这若来休息只我可能看无，这两色较同。啊这树葡萄的树干，甘咪个原来还可以吼。好，啊这原来一种的天牛，哦这啊这天牛有够细只吼，足迷你的，这唔知有人。昆虫系也无看会当，即搞不好是新品种，即会当用你的名来好啊。OK， 即像狗牙大只呢，啊，因为伊甲你种一空一空，进前迄个种系，我着看了即，我赶紧甲注射，我甲你原来做树医生啊，嘿，注射，哎，救起来哦，好无？即丛，许我救起来，安尼发甲青病病，都无死啊，哈。但是虽然发甲遮水，结果后来你看，啊这叫做诶橘红春象吼、哦，啊这个因咧开会啦吼、哦，这个主席啊因为决定好讲明仔要去食对一丛散会哦，啊开始散开啊、哦，啊这就是鸟害。树葡萄拢要鸟啊，食甲空的吼，拢变空包蛋啦吼，食甲空空。啊，这嘛是鸟害，这种鸟啊食的。啊，拄仔我救我迄丛吼，爸爸风在前，我讲啊，风台要来啊，可能会为这个 Y 字形只裂开，我用绳啊绑的，哇，天不从人愿，为只个咧熬灯，吼、哦，这天灾无多。啊、这些全岛，这刚才在拍保龄球，哈、哦，这种树葡萄，啊，这些较轻的风台，伊是刚才把树叶拢扫掉的，啊，树干搁留嘞，啊，这无要紧，这真紧哈，伊、哦、就搁开始发青青出来，哈、哦、，OK， 啊，这嘛是八八风台，风台有大无大，那椰子树我都淹倒，迄、那个风台拢超级台风，哦，我嘛刚才第一届，我活到尾六十啊，哈、哦，第一届看到。椰子树迄个烟道就是八八风灾，啊，这隔壁啊倒位我遮来侵害我的领空，哦，啊我这就变我的啊，哦，啊我若吹打啊，就迄个扑一粒落来食，哦，现老的足青足甜足香，哦，我这真正赞的，好，啊这就是风灾的结果，哦。啊，这拢倒啊，足严重。好，啊，这个就变人祸啊。真侪你看，空担啊，甲空阿门陀，拢一定甲空甲树干头前，甜甜。啊，这若这丛树若较弱的吼，压袂起来吼，它的根会变，它的根也要氧气，它会被闷死掉。这丛若会活，我若活袂介好势啊，吼，迄个树丛会一直衰弱。这是人祸，这奇怪，到处都有这种现象。哎，养护工程处哈、哦，
拢无受恩的款，遐人拢无受恩，伊拢无要留差不多一尺的空间吼，卖空挖去，吼啊留了好大嘛吼。好，啊来看野趣哈。我拄仔讲个加包裹叫做树葡萄嘛哈，啊有树葡萄就有树西瓜，这树西瓜的花，啊也会生这呢，啊用来干生果。哦，未洗了吧吼，这树西瓜。啊，这个讲的这炮弹莲雾，好、哦，叫乌豆红哈、哦。啊，即马讲较新的有飞弹莲雾，莲雾，哎，飞弹，可能过来有可能会巡弋飞弹哦，哈、哦。哦，啊，这我讲的有机的愈合包，足大丛的，生一粒。真正无除药也无效，即摆山也共款啦。你若无除药，拢生足少个。你毋好笑较大声，你种你就知影。毋过这一粒吼，迄个食个滋味偌好，你知无？我十几年我伫我阳台吼，我来种一个辣椒。我想种辣椒有时吼，咱买用辣椒，免阁讲阁走去菜市遐买，来阳台办就有啊。哇！叫佮伊生一粒，我阿姨刚拄啊有用着，我就去搬来佮切，啊，即马佮担看，要求担一个吼，随饼干，伊所有的辣拢挤入去粒啦，吼，我敢若不甘边甲甘头一点钟较退烧啦，你看有险无？啊，所以即丛吼，所有的养分拢供应伫遮，哦。你食一点尔无够开，所以你会足怀念的。哦，足好食，要搁食无啊？啊，你若一堆吼，互你食，你食个起啊先，啊，无个啊，歹食啊，对无？啊，对我较早迄个卡拉 OK 店开吼，有朋友带阮去开迄个新的卡拉 OK， 啊，伊即马着用因咧促销，来遮食杯啊拢免钱的。啊，即马一礼拜后着迄个优惠取消啊，即马小姐讲来买食秘鲁无？现在这爱情他说啊秘鲁难吃啊不用钱的时候都喝到变过所以东西如果多就变难吃、啊、这一粒的都、哦、回味无穷、哦 okay、好、啊、这是我的工寮我知道我早晚会遇到鸟鼠还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在门口我就给他拿这个、哦、好加在伊这足毒个，伊这走神经毒个，你若要加着，会起爱困，啊困伊就无爬起啊，好就再见啦。好，所以这款物啊足危险个哈，好个再有掠起来。啊，这我的自动灌溉微电脑控制器，啊、我要开要甲开手动个哈，伊若拍袂开，我开关一下要拍开开袂开，原来一只蛇徛伫遮。哦，好个再这只无毒个，啊不嘛无甲我加啦。哦，这只我饲的了，这只足我食。这个食物链吼，鸟鼠来搞食我的树葡萄，啊蛇来食鸟鼠啊，吼、哦、，OK。啊，这只足长的，迄涂骹还佫一两尺。啊，其实这是伊的藤开壳啊，迄唔是真的啦，我真的我唔敢抓。哦、我一个看，哦，它这长，哦，我总叫阮大哥甲我翕相，讲掠起我看，哦，足长嘞。啊，这只我饲的，伊拢食我饲的鸟鼠啊。啊，这迄落二号的大黄蜂，哦，啊，伊嘛是甲我占领我的领空。啊，这顶着我足疼的哦，哦，非常疼。啊，伊的坐的迄、那个。做成独立的，伊个修啊，哈，伊个巢穴做成独立的哈 ，OK。啊，遮，你看，注意看这个，我底下压水安尼压几个月啊，我竟然唔知讲，我想看，那我敢那一只鸟啊，歇哩只只大只，搁甲看，啊，再一只虎头蜂准飞出来，虎头蜂的修啊，哦，我准起鸡要飞，我就打电话消防队。叫人来处理啊，叫人来抓，因为这算足毒的，然后定位啊定死，啊消防队就
开消防车来，啊我电话讲讲，即有我即有斧头，伊作亲弟讲无啦，恁遐有斧头就来啊，哎呦，伫底恁个棚子底，我就带伊看，你们两个行，讲伫啊，两个看到准起卡拢走，讲啊一个走安怎？虎头棒秀呢？讲对啊，我就甲你讲虎头棒秀，啊恁是走安怎？嗯，迄个定死人啊，因为定死人，因惊就对啊。讲啊嘛处理一下，因两个总提伫这消防车顶啊，都要撂头讲。潘先生，歹势啦，阮今仔也无扎防护装备来吼，明仔载好来。我唔是甲你讲，虎头棒啊，恁遮亲弟拢无扎物件来，你别想啊有，我有扎一个火焰枪。讲要甲我偷出一张手啊，要甲喷就对啦。我袂使袂使，迄张我已经1万5块卖人啊，5000块定金收啊。你若甲我扑甲拢烧歹个，我变哪交人？伊个头了了，啊无潘先生，明仔载阮较早装备来。我好，隔工阁敲电来。潘先生歹势哈，我今仔有其他个勤务袂当去，吼、哦、我回去就举起哦。没，我甲你处理。结果我就德哥倒菜哥啊，用一个三脚架吼，啊，揢咧安尼，甲上尊尊甲吐落去，他妈吐无对中啦，有吐着，火火头棒就弱来呢，我若走量呢，火火真正变青光，啊，第一下无吐无落来，差不多下晡我搁吐无落来，到尾阿妈搁吐，就我吐落来，好，这个战利品，哦，这。好小那个这边羽化的蛹哈、啊，好吧，叫做黄腰虎头蜂，啊，这真正定死人，好吧，这定死一个周岁年，直接伫个外口的冷气汤哦，这冷气的汤啊外口，啊，这囡仔就是伊抱伊个孙啊哈，伫内底房间的迄个眠床遮，啊，伊要甲开这个窗啊，要互通风，迄阵冷气无开啦，啊，顶下一个开。普通拢背着，拢家个囡仔定死，哈，足可怜的。好，啊，这蜥蜴哈，啊，我遮算无咧除农药，所以生态界丰富，另外伊食一个蚱蜢的款哈。OK， 啊，这只就唔知啥物蛾类啊哈，暗就蝴蝶，啊这，唔知有昆虫系的人知影无哈 ？OK。哦、啊，这伫我的三月因店馆做收的这个房价收的雏鸟哈、哦，哦，啊，这捕老鸟，这伫乡村了吼、哦，有伫迄个民家厝的冰箱内底，警察就去查到10只的捕老鸟，啊，开罚金开80000，所以这一只即嘛8000、哦，啊，这保育的哈，唔好别只哈，好、哦，啊这。我隔壁的那个，好、哦，啊，这全台湾拄好有这个交通号志，拄好阮潮州遐有，因为阮潮州有一个展讯中心跳伞的所在，啊，跳落来注意，莫许伞兵跌着啦。这别个无这个标志哈、啊，哦，这伞兵有，而且有一个重装备，啊 ，OK， 好，啊，这只是上集啊，伊冬天要到啊，伊要。越冬，伊爱藏伫个土地较恒温哈。要冬眠啊，啊拄啊砍一半，伊有我看到哈、哦，所以我甲翕相，看安尼做。啊，你是咧翕啥货啊 ？OK， 啊，即只我狗母生个狗仔囝，啊，伊有头拄啊迄只蛇吼，只、哦，迄、那个仔我较早去拄啊吞啊袂落来，吞了一半，看着我来，佫吐现我。吃不落的哈 ，OK， 啊，这张有一个故事，这张是我的看板树啦吼，算我种上大丛的，啊，上早开花，啊，有风声传出去，安尼这张看板树我无咧卖啦，啊，有一个电子大厂的这个总裁吼，朋友介绍来咧，看到我的花开遮水，因为伊为种唔着品种，对我头拄仔讲开。1/10尔，啊，1/9拢叶啊，伊种唔着品种，啊，看到我只开只水吼，就讲潘姐，啊，你即丛买袂偌济？我讲即丛是我的看板树，即我无买，即我开上水的。
阿姨甲我讲，判成安尼啦，我车顶拄有40万的现金啊，啊，若无够你搁添无要紧啦，你搁讲无要紧，啊，若好40万你退伊啦。啊，我敢若考虑3秒钟尔，我就卖伊啊，因为我头拄仔远啊，我还几啊百丈啊。哦，啊，我准备摕钱了，我甲翕一个做纪念嘛。啊，台湾人就安尼啦，伊当拢要买第一名，买上大张的，开上水的。伊敢若惊你歹卖尔，伊惊你歹开价安尼尔。你若不拢无开价吼，伊都唔知要怎甲你买。只要你开价，啊，我唔爱开吼，伊煞拢主动开啦。伊讲啊，无我车顶拄好40万啦，现金啦，若卖你退，无够你搁加3秒钟，我就卖伊啊。好 ，OK， 我准搁甲保证这张。2009年到今嘛吼，迄、那个白族啊拢也未出现。台湾人就安尼，像迄个我也输不到嘛是，我拄开始一张运2万块开始卖，迄300张，阮底家己农企所的人吼，伊加350张，伫30年前，迄阵高雄市也无劳工法式，伊摕去大通百货公司的头前有一个中央公园伫遐咧。每一年十月拢有一个啥物光辉的十月龙特产品特卖会，伫遐展示，啊有一个相片做大张，都拢树干拢生葡萄，我都感觉足稀奇的。大家买10几丛个仔啊，哎，盆仔面起来头10公分，啊差不多6片叶子尔，一丛30年前105块，迄阵105块差不多即卖600块，4倍多，600块，足贵个。但是我才买10几丛，啊有胶啊名片。到第10天，伊就讲，伊要撤柜啊，要撤回去家己。伊敲电话讲：“潘先生，我要回去家己啊，我只有差不多300张，我无要阁再回去啊。半价卖予你，80块一张。落地啊，你嗯，拄好有24000，我就总价卖。啊，就是到尾啊，全台湾的同行的咧找大张的，拢找去我遮来，拢讲家宝王就是我。”我拢甲讲，唔是呢，我姓潘呢，我唔是姓王哈。嘿，啊，所以开2万买去，开3万也买去，过来我开5万嘛买去，因为因来拢呐，潘姐上大张的对一张，我讲啊，差不多3张啊，你家己看要加的对张，开5万买，尾也开10万嘛买去，台湾人拢要爱拼第一名，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哦，台湾人爱民主嘛，爱臭屁。一张都台湾上大张啊！结果我第一名卖出去，第二名阁先开第一名，所以我迄300张拢第一名卖出去啊！我留2张吼，要做纪念也留袂掉呢。吼，迄半年拢来咧落，迄个也落讲啊，潘姐你迄落怎么来卖啦？你无卖也无，大家卖做兵，吼，拢讲到安尼起飞兵，一定要甲我卖着了。吼，到尾我挡袂掉嘛是卖，啊无会凶落，我要落死啊！吼。这个凶手吼，马上唔知，唔知是台湾黑熊，我安尼搞我树干，我都叫安尼吼，吼，所以我呐安尼，若要去我黄毛的迄个所在，拢爱注意看一下，吼，比台湾黑熊厉害无？好，另外讲有机农业较健康，其实咱呐有适度的劳务吼，农务来劳动吼，好劳工。咱人上惊拢你24小时拢吹冷气，拢无流汗，安尼你的新陈代谢绝对歹，吼、哦！啊，新陈代谢若歹，绝对身体就袂健康，吼、哦！啊，你就爱出来曝日流汗，尤其曝日，迄、那个维他命 D， 咱介只植物内底拢无这个物件，爱靠阳光，你上少爱曝半点钟，上无无你嘛爱出来曝15分钟，供应迄、那个。天然的维他命D 啦哈，好，啊你用有机的农业来施作哈，你卖下化肥，卖用农药，用自然农耕法哈。咱古早哈，迄阵拢阿袂有这个化学肥料加化学农药。以前头我阿公迄代，迄阵拢有机农业哈，迄阵连塑胶落啊都足少的。迄阵我会记我做囡仔，迄阵买鱼啊吼，伊拢用迄、那个。拿刀
拿刀顶迄个吼，咧扛迄鱼仔鱼鳃，啊用蚵仔迄个包，好无？啊，早期是拢安尼吼，啊，迄拢自然的天然物，你甲下粪扫堆拢会烂，啊，即马塑胶路拢免烂，啊，用烧的个有啥物带药性啊，有诶无？即个物件吼，好，啊，咱若家己种诶物件，拢有机诶，啊，来咱食有机诶，无农药残留，吼，是毋是对咱诶身体较好？因为咱即马就是农药用遐济。环境中的荷尔蒙拢伤济，所以拢有足济肿瘤啦、吼、哦、癌症的发生。所以病人你看中间啦、严重愈开愈大间，啊，但是病床拢无够，吼、哦，迄就是大家拢受环境污染之害哈。OK， 这部分我简单讲到这哈。好，啊，再来讲政府的威信，咱以警察来讲哈。以前日本时代，阮爸因咧讲日本的警察，拢讲警察大人，哦，表示迄阵的警察足有威严，哈、哦，足受人尊敬的，足有权力的。啊，国民党政府来，煞变成警察，到尾也变警察啦，警察大人，警察，警察啦，地无爱，吼、哦，啊。迄、那个合法派遣的老马，好、哦、合法派遣的老马，啊，这就是表示讲，因做甲阿伯只阿伯咧，吼、哦，真无清气想，啊，所以互人袂尊重，所以每况愈下，哦，啊，那咱台湾民政府执政，咱爱甲只公告人员，吼、哦，算爱甲因提升因的这个威信，哈、哦，就是讲卖贪污。啊，以服务民众为基本的要求，哈、哦，做咱的好好的好的公仆啊，让因这个威权，唔是威权啦，伊这个信用会搁起来，哈、哦。好，啊，咱日本时代有一个离婚政策嘛，哈、哦，啊，咱今嘛有一个新离婚政策，就讲咱来个。1949年来，在流亡的土匪，在三里的国家的人，因吼做野蛮的，所以二十八事件来，甲咱台做侪人，台湾的高人，啊，咱即马这人，咱爱甲把他当人看，因这是外来的，这确实是番啦，我是原住民啦，啊，将外来物件拢爱什么番茄吼、番石榴。啊！因这外来，这正港的番人，因来的台人啊！哦，这人我们要把他当人看，我们要给他再教育，好、哦，这是新的离婚政策。OK， 好，啊，咱来看讲，今年啦，元月14号，中华民国日本政府咧伫台湾选总统，哦，咱来检讨一下，都伫咱 ，Hello， 嘉秀伯，好、哦、好。咱本土台湾人参与伫即届选举投票的意义是啥？咱民政府是要求讲莫去参选，哦，啊，你参选是啥物代表啥？第一，你敢若去到投票所，你摕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去甲领迄个选票，等于你就是家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吼、哦，啊，你领选票。在自由意志之下投票的结果是689万票，马英九得，是不是？啊，这是恁台湾人在自由意志下投票率搁70%几，这在国外来讲，这拢足悬的。以国外的角度来看，恁台湾这届选举，就是恁台湾人甘愿要选一个，要以后要终止统一的马英九来管理国外。嘛，无话讲，这是民主程序，哈、哦。啊，所以以前阿扁也咧办，要办公投，美国也反对，这就是答案之一。如果迄阵啊真正办统独公投，那我那像安尼689万票通过，拄阿强啊会当来甲你通，你等于讲就是要和阿强啊统一的意思嘛。因为马英九是终极统一是因的目标。好，啊，选前蔡英文是踏着美国对一条红线，
就是咱秘书长我老讲着嘛，吼，就是伊美国讲讲九月份去以后，也讲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OK， 这对的。但是十月仔伊倒来台湾了，伫高雄市下罗岗讲，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拄啊好犯着国际战争法。国际战争法安怎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因为你中华民国的，迄个民进党伫1999年以台独党纲，吼、哦，通过这个台独前途决议文，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叫中华民国，安尼拄啊。跟他移转主权，你甲台湾本来伫旧金山和些这个国际条约内底无讲要甲台湾和啥物人啊，你主动准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吼、哦，这违反国际战争法，吼、哦，啊，佮互流亡政府就地合法，伊本来无台湾的土地领土主权，啊，你即马符合伊拄啊好，也有人民，也有土地，也有政府，也有外交权。啊，就这一个国家的这个成立的条件嘛，吼、哦，啊，这就是咱台湾人有愚民教育，伊拢甲你招招来提高投票率，伊调讲，咱也会了学迄个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立陶宛，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迄个苏联并吞，但是1990年因民间会议决议宣布独立，但是迄个时阵。也无几个国家甲承认，但是到苏联的君主政府咧投票、咧选举、办选举的时，因拒绝选举，投票率低于50%以下，全世界就知影讲，这个国家吼，因无要搁再互苏联军政府统治，啊，苏联军政府已经失去合法统治的权利，因为投票率低于50%嘛，吼，啊，咱袂晓学这步啊，人。立陶宛已经独立成功了，吼、哦，因迄个投票率低50%了，美国就随佮承认，吼、哦，啊，其他国家就对了，啊，因去申请加入联合国成功 ，OK， 好，啊，是安怎选择美国要帮助马英九做选，啊，这拄啊好时机啦，吼、哦，拄啊迄阵伊朗咧发展核武，啊，要放声讲要封锁霍姆兹海峡，啊，拄啊北韩迄个领导人金正日拄啊。试试、哦啊、所以美国需要台海两岸稳定。啊，这个马英九是中国甲美国会当共同接受的人选，因为马英九有一挂把柄伫美国的手里，伊若想介绍美国直升机塞来，5分钟就甲载走啊，拄啊像迄当时菲律宾的马可斯总统同款。好、哦，迄阵马可斯做甲天怒人怨。菲律宾的一挂反对派拢包围这个，迄个坎南宫哟。菲律宾这个因的总统迄个官邸，那么美国看局势歹，准予伊流亡，改转去夏威夷。啊，马可斯因伊准伫夏威夷，变死伫夏威夷哈，到伊死拢也无等于因菲律宾。OK， 啊，这个美国去年嘛有讲啊。今年美国伊敢若无法度同时掌控两个战争，一个大型的战争，一个小型的战争，所以伊无希望讲台湾无稳定，台湾来含阿强啊修建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啊，伊人也是伊拉迄个北韩遮发生战争，安尼伊惊伊迄个武力供应不及的对吧？哈、哦，资源不及啊。啊，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啊。那么，但是马英九伊即马连共制台，啊，咱台湾人讲讲啊，迄个马英九咧甲咱操弄，咧反美娘，咧反日，马起哦迄个事件有无？一个日本人拍咱台湾人的司机，哦啊，报纸呢、电视安尼连续一礼拜拢咧讲即件，就是要互咱仇日。要让我们反美仇美，因为
一定保护台湾的就是这两个全世界上强的国家。美日安保条约包括台湾，哦，伊无写作名，但是伊写周边优势。啊，周边优势台湾就是伫美国、日本的周边，哦，那发生代志，伊会当随派航空母舰来。你看，1996年，李登辉含彭明敏咧选总统，哦，阿强啊是毋是发射飞弹？结果美国毋免咱台湾人去甲申请，克林顿总统就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台伫南台湾海峡，一个北台湾海峡收掉咧。阿强啊就拢毋敢搁顶动啊，诶，啊，这啊开足侪钱个嘛，哦，这毋是咧。讲塞航空母舰出来郊游旅行呢，哈，这开足侪钱的，哈，啊，这就是美国总统，伊根据旧金山合约，伊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啊，依据台湾关系法，台湾的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稳定是美国人的责任，啊，所以伊就要派迄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保护，哈，啊，拢。啊，但是咱拢袂晓讲好啊，利用美国甲日本，吼、哦，人咧联共制裁，啊，咱咧反美反日，吼、哦，咱得爱挖美国，吼、哦，全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咧，甲咱保护，咱是台湾作安全的，只是咱迄个国民党拢甲咱吓，哇、哦，阿强啊，千几粒飞弹咧对准台湾，吼、哦、，OK。啊，拢讲哦，即马阿强啊，武器偌强，来，你来看这個，这個、自由时报报的哈。阿强啊，买一个二手航空母舰，内底拢无拢空的吼，啊，家己倒营运倒一挂设备，用因中国的设备，但是伊干那这条航空母舰的拦截锁，这瓦亚索，伊都无法度做，啊，苏联佫不爱买，啊，你看怎么办？迄无人机落来啊，无交嘞，拢都拢拉过海去啊。你上基本的一个基础材料都做袂出来，你要安怎去做其他？哈、哦，所以讲外强的拢骗人啊！哈 ，OK， 好，啊，这张树啊是成功大捷迄张，做大张的迄张，哈、哦，啊，这树根拢垫到足深的，树啊好个稳稳。这张拿来代表国民党，就是讲伊带咱台湾安尼深，你要甲咱树毁。哦，树卡伊安尼食甲肥肥，食用。啊，咱拄啊干呐，啥物《自由时报》啦、《大话新闻》啦，啊，头家来抬杠，拢咧骂，啊咧骂，等于讲像咧甲扑球啊买尔，不会伤到他的重要部位。好、哦，啊，咱台湾民政府，咱用法律要来斩断乌伊个根，甲头伊个根互烂。好、哦，这才是正版的。好、哦，啊，咱台湾人吼。爱自立自强 ，OK， 好，啊，这真好水啦哈，美丽的福尔摩沙，啊，真可惜，美丽的福尔摩沙，荷兰人来，咱是伊个贸易的基地，好、哦，啊，电线工来是反清复明的基地，啊，日本人来，咱是南进太平洋的南进基地，蒋介石来，咱变。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咱拢做人的基地，哦，够可怜。你注意看，遮足水的，但是这个基地，这飞九永春九鹏飞弹基地，哈、哦，以后咱民政府家己主地掌权，哦，咱来好啊，建设咱这个台湾美丽的福尔摩沙，哈、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啊，大家以后合力啦吼，继续拍拼。啊，我讲到这，感谢大家，谢谢。车起立，行嘞，休困十分钟。